带我回家。你怎么看起来有点害怕？对，我是有点害怕，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。对于那个刚才你有一个巨星般的出场，你觉得还满意吗？这当然是我首次被这样介绍出场，但我还不是很满意。谢谢徐正太。因为学妹前两天我遇到她的时候，然后她说她有很多东西可以，她有很多话要聊，有很多话可以聊。我有很多话可以聊。她说她很会聊，这样，所以就交给你了。因为我不是很会主动聊天的人，但是所以我跟珊妮说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开一个话题的话，我都可以。可是我是很不会主动开话题。刚刚我们在后台，我跟吕世璇聊过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发音不标准，然后很难主动开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。对，大家还是很累。OK。可是我刚刚被你打枪了，我就不知道要跟你聊什么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出场还蛮，我觉得。其实我觉得很开心啊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我要在三分钟内念完整张。我觉得你这个很厉害。对，这个很厉害。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。对，你应该要准备一些。我没有啊，因为你说你很好聊啊，我就通通交给你啊。OK， 对啊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跟你们聊什么，对吧？再出场一次，我才不一样而已，只有这一次 ，OK。你就是要交给我就是了，是吗？你刚才喝很多吗？你刚才有喝很多吗？我刚才还好。哦，还好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些小问题好了。好，我不会问你身高多高这种事。问一下，好了，你们知道伤心欲绝要办专场吗？知道。什么时候？11月9号。哎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这边喊得很大声。没有，我其实我今天完全不想讲伤心欲绝11月9号在 Legacy 的场上。我再说一次，我完全不想要讲这个伤心欲绝在十一月九号。我讲什么都没有办法取悦徐正太，我已经觉得妈，我出口了。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没有要讲什么了啦。Okay. 你要讲什么？你赶快讲一讲。我最后再讲一句，我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讲伤心欲绝11月9号在 Legacy 会有一场专场，专场名称叫我也不想讲，叫做训到。简直是个艺术品。拍手啊！你们是兄弟啊！那我们谢谢国民男友徐正太，他们怎么说你是国民男友？谢谢徐正太。好难取悦哦！天哪，我生气了。我血压突然升高。